大家好，这是我们一同太空舱 T40F， 长11米5，宽3米3，高3米2，整体占地面积38平方。主体采用热镀锌钢的骨架，内外都是航空铝板，浮碳的漆面不会生锈，不会腐蚀，后期方便维护清洁。智能的入户门锁。进门就是镂钩墙和集成控制开关，这边是一个休息室，有独立的1.5匹空调，做成客卧或者客厅都是可以的。这边是干湿分离的卫生间，全尺寸的洗手台装好浴室柜，配有智能美妆镜、智能马桶、独立的淋浴间，洁具、卫浴都是一线品牌，热水器也是出厂标配。这边是卧室，配了独立的2匹空调，上方有观景天窗和3面环境落地窗。把阳台封闭起来，这里可以做一个小客厅，也可以放下一个浴缸，适合一些温泉酒店使用。有窗户可以通风，全屋配有电动窗帘，私密性很好。落地窗采用3层中空镂一玻璃，能有效的隔离紫外线。墙壁中填充复合型的保温材料，整体可以做到很好的保温隔热，同时也非常的隔音。家装地热可以使用到零下30度左右，室温能达到零上24度。